啊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次的领队，啊，我叫王浩宇。那就从我左边开始哦，你可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，啊，分享一下你现在干嘛。自我介绍，我是一凡，左边两位是我的团员，我们是迷先生，然后第一次爬山就爬南湖大山，有点紧张。我叫泽安，我是迷先生的吉他手，平时都没有在运动这样，那今天就是趁这个机会好好锻炼一下啊。我是迷先生的贝斯手，我叫一诺，然后有点紧张，但是上来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还可以接受，所以就继续努力了。欸，所以你们是多久以前知道要爬南湖大山这件事？所以那时候我们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想说公司在胡乱我们，知道吗？看到那行事历突然画了十几天就爬山路，開始说什么行前会啊，然后要去买什么登山用品，这是什么？是真的？我们这张专辑其实是告诉大家独一无二这件事情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到一个最简单的样子。你先拿下来，我帮你调一下多少。好，你可以感觉它完全 fit 在你的肩膀上之后，站起来拉上面这条，应该是体验一下山里面跟自己对话的感觉。好，走啊。踩上坡的时候啊，踩上去那一瞬间，让脚打直之后，再往上踩下一阶，这叫休息步。真的觉得到这边就是不能把自己当成是谁。那你平常把自己当成是谁？平常真的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帅的女人。今天真的是什么都不是。所以泽安，这是有算是比较接近痛苦的生命体验吗？绝对是啊，这么累。平时说真的，也不会说就是这样勉强自己。哦，所以你现在很勉强自己？我觉得啊，我觉得是讲实话就是这样。他把握时间补充一下食物跟水。我昨天下午还在那边大放厥词，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，就是没有这么严重。但是大逆不道，走到晚上真的是蛮严重的。就平时还是有运动，但这个运动量有点超乎预期的大，然后膝盖蛮酸的这样。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后悔啦，只是就会比较累一点这样。各行各业它都需要比较创造力的，可是创造力从哪里来呢？人不可能坐在家里的客厅，觉得对事物有一种原创的看法。最简单的一个试炼场，就是把我们的身体重新抛掷到自然的世界里面，看自然丢给我们什么东西，我们身体感受到对之做出回应，那就是独属于我的。这个时代的年轻人，他要发现自己，必须找到独属于他的大自然。还有慢慢强弱，都给我活泼起来。哇，这是双边硬。尽量跟哦，今天超速通过，开始要攀爬了。
脚点在踩的时候，双脚是呈现与肩同宽的状态，这样你的重心会比较稳。那边山屋到了，山屋，山屋北北，山屋北北，我来了。切葱花，完了，行不行？葱花行不行？还是切小小的吗？郭老师，苦瓜怎么切？可以多吃一口了吗？还没啊，不要急好不好？我真的就流口水了。好。心得就是我在山下都没有吃的比山上来的好，我就是觉得刚刚那一餐真的是，就是朴神完全展现他的厨艺。没有啦，甘拜下，大家一起努力了，大家一起煮了。哎，今天大家都有帮到忙啊，还帮忙炒肉啊，都是打杂的。哎，这个就很重要，真的是。你们知道我最大开眼界的就是那个，居然可以拿脸盆做菜。你知道我第一天看到那个，我想哎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用拿那个洗脚，我在泡脚，然后很舒服，在喝茶那种感觉。就那可以，居然可以拿来煮饭。你爬山第一天的时候，居然还有人教你怎么走路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感觉？我说你们步伐要调试哦，怎样怎样。他说走路就走路，调试什么东西啊？要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啊。结果真的，你过那几天之后，你就发现这两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。对啊。好啦，那大概就。睡前上两泡尿再去睡觉，晚上比较不会跑厕所。好，以上。台湾有那么多新生代地形所造成的高山峡谷，我们其实有非常动态的生命体验，可以在山林里面去完成。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往台湾的山里来探进，这个探进不只是我们地理上的探进，也是我们心灵上的探进。撞到吗？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在溪床旁边啊找到野兽的骨骸，是因为他们在死前呢、啊，通常会很口渴，他们会想要找水喝。他上颚的牙齿在这里。大概是长这样子。觉得好像就是大自然的更迭。想要去想象他是怎么来这里。是不是被其他野兽攻击，或者是他是不小心摔下来，然后他可能就在这边动不了。因为我刚刚看上面还有一些骨头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从上面摔下来的。对啊，觉得，然后骨头又
散落一地，感觉很痛的感觉，就有一些都碎掉了。今天要去爬主峰，超兴奋，但现在很冷。那我们就出发喽。目前爬下来有没有跟想象的不一样？大开眼界啊！就是人在那种需要用自己的四肢在跟生命搏斗的时候，就多么渺小这样。我觉得山上跟山下的时间的流动感很不一样，就山上很像是就已经是独立在这个社会之外了，对啊，就是这个体验很不一样，所以它在我心目中也变成一种很独特的一个样貌。而且好像我们本来要走路，应该是要正常的路线，应该是要所谓的传统路线嘛，但是就是。但是就是剧组就想告诉我们啊，看你们痛苦这样子嘛，对，然后我们就要走一个很难走的路这样。但其实我觉得也很开心有这个体验，就是所谓不正常的路这样。对，那我觉得那个路这样，你反而攀爬这样过去，你上主峰，你反而就觉得很骄傲。台湾要寻求个性化的创造力的开始，是每一个人的身体必须去接受到本土自然的洗礼跟冲撞，他找寻自己感受到山给予的哪一些特殊的刺激，让他发觉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。往前，这山顶上，哇，来，还拜一下，还拜一下。但你有想过你的身体可以做到今天这件事情吗？还真的没有。我刚才在下面看，从这边看上去，觉得我真的想说，我真的办得到这件事情。对，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。好，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创作。是，我先不要想等一下要怎么下去，但是目前就是很有成就感。等一下下山的路非常好走。好，跟这个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好，就是从来没有站过这么高的地方，然后就是很感谢这个制作团队，可以让我可以体验一次很棒的人生的体验这样子。我其实有一点惧高症，但是可以站上来，觉得蛮感动的。因为我是平常比较少在做这样子的户外运动。他们回来之后也有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得到新的不同的体验跟感受，像是我认识哲安很久，十五六年的时间，他是不太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，可是他回来之后是一直想要拖着我去爬山。那时候刚开始本来是老毕要去，哦，是的，对，但不知道是怎么最后换回来是伊夫。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抗拒，对，可以去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竞标最高乐团，真的耶？还是你们家在这边演奏一首？啊，没有乐器啊。跟你的好像最麻烦。对啊，我也靠谱哎。我觉得那个恐惧感从这次爬完就已经没了，你知道？推荐你这样，我有机会去走。它没有所谓最高的地方，就是只是看你愿意，就是想要让自己在那里停下来这样。爬山肯定也是这样，永远都有更高的山可以爬。